在它的资料格式，其实你要先，就是尤其是一些特殊格式，像日期，日期有时候我们台湾跟那个西方的用法不一样，有可能年月是放前面，日子和月是放前面，那年是放后面。那我们习惯都是年放前面，但是你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设定好的话，你在整个做日期的一些排序或设序都会有问题。那再来就是我们要避免 full table scan， 因为一样嘛，你这个资料是分散在各地方，它可能分散好几个地方。那你用收停啊 query 下 query 可能比大小或什么，你今天它就是 full table scan， full table scan， 那你今天它的 performance 就会比较差。这也没办法避免，因为你拿 SQL 其实这种分散式的就会有问题，所以在下那个 query 的时候就很重要，所以尽量就是照它会建议的使用，像等于最好了，用等于的是最好，不要比大小，大小的我它都会 full table scan。OK， 再就是 reference 啦，这个就是一开始我是最早是看这个就是讲芝加哥好像谋杀案吧，他谋杀案的那个发生地点，然后他是那时候很早的一个范例，那时候就利用。看了他之后就拿，就是开始做我那个妨害物的资料，但是他其实他是静态，他只是 CBS 上传的。然后再来就像这两篇 paper 就是介绍 Fortune Table， 就是说他是 Web Base 的啦。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如何透过这个可以互动的一个 interactive 的一个 map， 然后去解释你的资料。啊，再来这就是 link 一些 link， 像这个我就是利用这些 API， 这个 API 来去排程，然后批次上传，然后更新，然后把旧的删掉，过期的删掉，那这边就可以有 link， 就是马上这个就可以用线上的，然后马上就可以 create table。那当然你要授权啊，你授权马上就可以 create table， 授权说啊，你就可以用它来管理你的。那个云端硬件的那个 table， 我马上就可以 create table， 映射 data。啊，这边都是，它也是有支援那个 JSON 的那个格式。OK， 那当然它有 R 的 interface 啊，这别人写的，你可以透过 R， 然后把就是可以把 R 你一些资料丢到它的 function table， 那你就当 R 的一个 data 就好，就当做一个暂存的一个地方。这边有一个。因为我阿阿还不熟，所以我没有给他。他最后一个，OK。好，那大概要介绍这边。那未来我想，这是一个趋势啊，就是你今天资讯越来越透明，那可能越来越多人就会拿这些资讯，就像之前的那个私家登录的那个网站，那个他那个 Real Price 嘛，没有？他最近苹果日报。但他的那个，如果他用 Fortune Table 的话，我看他连五百块都省，要有点用五百块就不用出，对，就零块，因为 Fortune Table 不用钱啊，他用那个 GAE 的话，他的 query 所有的 query 都要算在 GAE 都要算 CPU 的时间，那你再用 Fortune Table 的话，其实都不用算，你不然你就待会如果有你自己会用 Kobe 的那个 Debug Mode， 你就用 Debug Mode 去看他那个。Timeline 的那个 query 就知道说，它程式并没有写得很好，因为它一 query 一直 query 一直 query， 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没在做什么事，它就一直 query。所以，在未来 open data 越来越多的话，那可能很越多人越来越用 Fortune Table， 很简单嘛，因为你只要 input data 之后，你要怎么解释资料，就是你自己想要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所以越来越方便，对啊。那我觉得。就是它还有改进很大的空间嘛，Fortune Table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当然它只是可能就是一个报社的记者，他用来解释一些社会现象或国家预算或者是什么的，很方便用。那但是用在 data mining 和 machine learning 可能更应该没办法，因为它的那个功能太少了。好，那就大概就介绍这边，然后时间没有抓好，还有超过。OK， 那有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它最大可以塞到多少资料？我没试过，我看过几十万的啦，但是几十万的，
我不知道它 query 下去的 performance 会怎样，我没有试过。啊，我 data 目前是三万多，现就是历史资料，但我有看过几十万的，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去真正去 query 它，它我看过几十万，因为我想，这我倒是我可能要看一下 Hale 的，不知道它上限到多少，基本上我想应该是蛮大的。好，我另外问题是，那个 GA1 根据法拍屋，它不会超过它的那个免费的限额吗？不会，因为你下 query， 你是我实际上我像我刚刚那个，我这些其实它都是兜成一个那个 SQL 的 query 去 query Fusion Table， 所以这些都不会算在 GA1 的quota 里面，真正会算 quota 是算这个啦，这个，因为这个就是用里面 GA1 的工作，把这些资料都存在 GA1。这个因为它是 real time 的嘛，没办法用 Fusion Table。我测过 Fusion Table 没办法跟不上，我这样框一框，哇，那 Fusion Table 还没更新，对不对？那这样对啊，还没更新呢、啊，这没办法，这是用 GA1， 但是这个就是。Fusion Table 也有好处啦，它那个地图那个 reload 的那个速度非常快。那它目前都没有超过那个，我目前都没有超过，可能那用的太少了，可能用的太少了都没有超过，对。所以所有资料这些 query 的资料都不算在 GA1 的 quota 里面。那刚才有提到，然后那个什么 clone tag 还是什么的，孔敏是去抓。那个是用 GA1 去做的吧？我不是人家讲，你说这个框？哦，你说框架？没有，他是说框架不是我用 Java 去写，另外写，他写就你就定时上传嘛，你看你自己排成，然后就把资料写到 Fusion Table 里面去。啊，这也跟这跟 GA1 没关系啊。所以我记得 GA1 好像有这样的功能。你也可以透过 GA1 写嘛，但是如果你用透过 GA1 写，就叫 GA1 的 CPU 去做，那你就要钱啊。那我用我自己的电脑排成，那自己去算也可以，因为你用它的控，它那个也是蛮贵的吧？对啊，不便宜。所以，那我问我自己的电脑，要自己写嘛？那写到 Fusion Table， 要 Fusion Table 可能都不用钱，对啊。OK， 然后 OK。避免尽量避免 full scale， 因为它 performance 会比较差。对，像那我看这边那个有设那个价格区间，速度是很快的。对，但是啊，我现在就马上暴露缺点，自负缺点。好，这边哈，好，那我点叫两点哦，好，点不见了。但是实际上，它有 data 是它有 data 哦，但为什么不见了？好，我点全部，有啊，有，但是你看哦，台北市有啊，是明明就有资料啊，对不对？那我点台北市，不见了，它有一些就是它的规律的问题啦，这有时候这是你没办法扛错，这就是Fusion Table一些缺陷。之前都 OK 的啦，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这个点叫，或者是测，发现这个我字也一模一样，我的那个下query都 OK， 但是它就会有这种问题。那你说那个 full table scan， 尽量就是说用等于，它有可能它会走它的 index， 它还是有建议 index， 但是如果你没有走等于的话，像这边。像这有下嘛哈，这是它的条件。那用等于这些其实还好，这些也可以。但是你像有些文字比对的话，刚包含什么啊？这个有些东西，它还是会跑啦，但是我说实话，你要在一个你做资料分析，你可能可以等，但是你要做一个网站，你用它的这个Fusion Table做一个网站，那可能会跟那个等于来比较比，是会比较慢。所以这是它的缺点。OK， 那还有那个 Fusion Table 会让别人看到吗？你开放，你如果放在 Web， 你应该说你要变成一个 Web 的 data，
像我这个法拍屋就会让人家看到，这资料就会被人家看到，因为你要公开嘛，那你就让人家看到，但是他不会写，你可以在里面设定，他这里有设定，就是知道网址才能够 SS 就对了。哦，对，这也是啊，然后你其实可以从里面的那个。从里面的那个资讯就可以看得到了，像我看一下，就这个，这个就是我那个复训 paper 的 ID， 所以你其实你看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个复训 paper 的编号是多少，是看得到的。因为没办法，你原本就要放下。那你对啊，那你也可以自己做啊，你自己做玩爽的，那你就不要公开，别人就看不到。他也可以不要公开。对，也可以不要公开，他没有一定要硬性公开，但是你要变成一个类似这种 Web 服务的话，那你就要公开啊。对。我想请问一下，那我们有办法去收集既有开放的注册太多的？可以啊，当然可以。你就是透过下关键字入对对对，可能要下英文的，因为他。中文的我看好像可能没有很多人，你就到他的那个，不是你最近为什么会变这样？哦，这边，哎，不是，我你可以到他那个官网那边就可以看到，其实可以搜寻关键字啦，那现在只是一下子要找不出来，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变成这个话，但是只要你打 key， 还有个那个搜寻的，你打 key 我就可以找得到。但是 index 是 Google 建的啦，那我不能保证说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这些都 API 啦。好，还是我到时候会后再跟你再找看看跟你讲。还有其他有问题吗？没有，那我们就掌声鼓励。好，谢谢。